系咪真系太阳能发电噶？我哋依架全太阳能嘅咖啡车咧，其实系我哋喺大澳进行社区太阳能发电计划咧嘅一个项目延伸嚟嘅。我哋好希望利用太阳能流动咖啡车去走访唔同嘅社区，话到俾更加多嘅市民听咧，香港系绝对可以发展太阳能嘅。 呢架车系咪成日都喺度噶？嚟紧咧，我哋将会走访唔同嘅地区啦，包括咗系大学啦、闹市啦，甚至乎一啲市集咧，我哋都好希望同市民去倾下佢哋对于本地可再生能源嘅睇法嘅，希望同时之间收集市民嘅支持同埋佢哋嘅意见，一齐推动政府喺2030年之前落实本地可再生能源目标，提升到10%。 我个天台屋咁，我个顶铺咗，佢又加热，又发到电。如果市民咧，你哋有自己嘅天台啦、露台啦，甚至乎空地嘅话咧，你绝对可以选择安装太阳能系统嘅。我哋亦都好希望啦，透过呢个机会咧，令到市民不单止可以有一个电费嘅减免，亦都可以有一个洁净能源嘅选择嘅。